手轻轻一挥，马上变装。脸书母公司 Meta 要让元宇宙的你花点钱就能穿上名牌服装。执行长祖克伯化身模特儿，穿上巴黎世家 Prada 到设计师条纹西装。If I were wearing a suit, I think that looks pretty sweet。让平常衣柜里只有素色 T 恤和帽 T 的祖克伯变身时尚达人，洗刷戏骨最不会穿衣服的称号。Classic kind of like English schoolboy kind of vibe。只要花2.99到8.99美元，约新台币89到267元，就可以把名牌穿上身。不过外界似乎不买单，有网友吐槽景气不好，谁要花钱买虚拟服装？还有媒体批评祖克伯穿巴黎世家，让衣服看起来更糟糕。元宇宙正夯，包括 Meta、微软、阿里巴巴共同成立元宇宙标准论坛，要建立产业标准，让不同品牌的元宇宙能够相融。但目前加入的会员却没有苹果，引发关注。Which many analysts expect will become a dominant player in the metaverse race once it introduces a mixed reality headset this year or next. Meta 也预计在今年推出头戴装置，可能很快就要和苹果正面对决。元宇宙标准论坛也发表声明，欢迎任何企业共创元宇宙，但苹果究竟会不会加入？未来动向如何？各界都在观察。华视新闻林长编译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